小哥哥。好嘞。太饿了。太饿了。对，没有水吗？100块钱的连水和吃的果盘都没有。100块钱的头，水和果盘都没有。正在上呢，正在上呢。水和果盘没上。按理说，我坐下来这一刻，水必须得捧到我的面前。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不然玩砸场啊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水，快给我倒点水啊！欢迎坐车哥。那可以做的太有名。对，理发店专场。我太漂亮了，没见过这么漂亮的。收费的那种没有，有没有收费的那种？有没有收费的东西？没有，白开水，怎么又到白开水了？咖啡，白开水不要。干了，给你满足一切。哎，没有付费的东西吗？付费的，付费的，要最贵的。那种，有吗？啊、算了，就这样吧，没关系。没有。关键我给你推倒，我给你推倒，我这给外面给你买个饮料了。出去给我买什么？那、你这大美女，我这绝壁，我得到位啊。不要了，先打一顿。点心，饼干 coffee
谢谢礼盒，谢谢。欢迎阿狗子，欢迎阿狗子哥。
的卖了点，现在打个70分。一会儿给庄少爷再打100分啊，101分啊。顺点吧，再给你夹那一碗。